鸭胸肉就是希望给你充充，咱俩给开着了。<笑>你天天都得开点小灶，他俩。你出门也就吃一块，给希望攒大块。这是应该是四块。嗯。吃饭都是猛吃，他之前吃饭猛啊，他现在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。 他那个这个瘤子现在还小，稍微的看着好像他有点儿旧似的。现在，但是会多多少少会影响。他到后面要是再大了，咱可能会还得给他就是光把那个瘤子给切出去，主要再去。只要不影响他吃饭。对对，最主要就是让他就是改善他的提升他的生活质量嘛。反正化疗是肯定不能再给他做了。你看，而且你看他从做完那移植化疗之后，顶上那也就下来了。
包括他那个体内能进水通，关节这块冲拉冲，是因为抵抗力低。打冲屁股病。屁股病，哎，那种快好了的。屁股病，你也是有抵抗力低的时候，屁股病也有反复。